应了你很久了，俺那就是和尚。你咋叫东庙西二和尚呢？因为我在东庙出家，后来只因那东庙他就拿就动迁了，我就由东庙搬到了西庙，就这么的人送外号，我这东庙西二和就那就和尚。哎呀，这个是新春佳节，这大街上有那秧歌是盛朝就盛会，有小曲小调歌曲舞蹈，那就是什么的。你说我呀有心前去看看，只因这腿脚不好使，你说这事儿那就咋整呢？你这玩意儿哎，有了，我有一个借光的，那就瞎亲家，他叫白莲灯。你说他眼神不好，我这腿脚不好，要是我们老哥俩前去观看，他借我的眼力，我借他的腿力，你说这么严，那还就挺不错的吧？你说那玩意儿。哎呀，看天色不早了，我不免就此走走。哎呀，你还真别说，末脚拐弯末脚是捎带画圈，那就到了。哎，我说亲家了，来家没？来了。谁呀？我呗，我们是亲家嘛。开门呢？没空。啊，没空，干啥呢？你们没空？我待着没事，看会小说。你说你看小说，我说你能看着了吗？你啊，七辈早八辈蒙个呗。那小说的多长的？哪一辈子？那就摸到头呢。慢慢蒙个呗。你对付啥？你我开门行不？叫唤啥？就屋里得了呗。你不开门，我怎么屋去呢？是门缝挤进来。他我也不是黄鼠狼的，是门缝能挤进去。你给我开门，这就给你开去啊！你们这玩意儿，我非好好瞧了瞧了的。请进。奇怪，还没动呢。青青，屋来吧。你闹啥呀？我看着你了。在家吧，聊哪去了？这那会儿，你等我划了。你到底屋里不？不屋里我屋走了。不管你，谁咋这么败家？把这么粗个树橛子埋门口干啥玩意儿？你别说，栽树这人是内行，怕风扫了头还包呢。是根倒栽柳，咔不拉成下吗？告诉你们，这根树年头不能少了，背不住都起木耳了，我得摸摸。哎呀，这木耳起的还挺肥呢，有点不像木耳，好像狗尿苔，我非咬一口尝尝。谁呀？谁？你我他妈就叫亲家吗？早就知道是你，要么能摸这么天吗？来就屋里得了呗，闹啥呀？走，屋走。哎，你先屋走。走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一来之呢，那就得安之。嘿，小呀，一门还给你拽出俩字来，你。哎呀。亲家，哎，那有凳坐那吧。那可不得，还坐下咋的呢？亲家，你也别客气，你也还坐下。我人家还用你让呢？败家玩意闹啥呀？你说这玩意儿，你说太好挺调理了，这看不着的都多耽误事儿，你说你一调理，这保证的就让坐坐。你这眼睛好使，也挺。不耽误事啊！你咋还得调理我呢？那不换来的吗？换来的就换，好换来的。谁也别调理谁了啊！哎，一瓶。嗯。哎，对，亲家，这回你坐下，我不调理你了啊。哎、嗯。我也看明白了，要不跟你玩点速度，这是不行了。你说，我挺鬼的呢，你说你。别闹了。哎，干啥来了？哎。亲家，嗯，唠点真格的，嗯，今儿个不是新春佳节，嗯，
那大街上有那秧歌是盛会，嗯，我听说有那小曲小调歌曲舞蹈啥的，嗯，你说我有心前去观看，嗯，只因我这腿脚不好，完我就想起你来了。你咋想的？哎，听见，嗯，你说你眼神不好，我这腿脚不好，要是咱老哥俩来个横向联合前去观看，你借我的眼力，我借你的腿力，你说那有那还就很那啥，那就多好啊。别说这个缺玩意儿，还挺有道理的。我说，嗯，你说就咱俩这身打扮跟这现在这人他也不统一呀。要不得亲家，你懂啊，你懂啥呀？嗯，现在这人呢正在挖掘呢，就是传统。嗯，像咱俩这样的老古董啊还吃香呢。是啊，那到那不能来欺负啊。这王不能，你可是真老外。嗯，你现在这人跟咱们那时候是我们不一样啊。哦，我听说现在的人呢都讲究那五讲，那时候就四美、啊、那爱护残疾人，他照顾残疾人啊。听说还成立那叫什么呢？那叫啊，对，那叫残疾人协，那就协会。这小呀知道不少。那当然了，你不是。哎，要去帮啥钱走啊？当然是越快越好。别着急，我求俩钱去。哎，亲家，嗯，那还就你那还就你多带点。阿舅不能少带。嗯，你说我这亲家。那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那是啥也不懂，那是。你说这有啥事儿，我非得告诉他。你说这非那就拿来了，拿来了。那可不，这家伙挺快的呀。哎，啊，亲家，拿多少？拿这些。这是都多少？60？那多。哎呀妈呀，那就600。多。6000。多。60000。多。六毛。嗯，我是说你说多了，还一门多起来了。不对，听见啊，咱俩挺大个人出趟门就带六毛钱，你把人笑话。给你买碗冷面。你咋这可就那么抠呢？你去把灯搬里屋去，别想咱俩走个小孩给唠撩了。哎，等我出来再锁门呢。快点，别忘了锁屋里头。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真够抠的，出门啥就拿六毛钱，好好那好那好干那啥的那个。你说我不跟你锁门了，你别锁门，他我还没那就还没呀，那还没出来呢。这家没没干什么？我把门扣上。你说这我这亲家，你都看不着，这锁倒是挺准的。别闹呢，天不早了，咱俩换点走。嗯，我还得领着你。废话，不领我你来干啥？啥叫领了？其实不就那啥，就不就签子吗？你这瘸子，你这瞎玩意儿，你说这玩意儿。亲家。快走啊！这条道可是挺远的，这玩意儿啊！哎呀，没事，这条道我前阶段和谁也不跟谁怎么走。嗯？你再咋不告诉我一声？我这不是紧急情况吗？紧急情况！亲家，嗯，听说你那灯明打的还不错的，眼巴前还行。咱老哥俩打灯明啊！你说我打走的唠，别耽误他。走的唠了，哎。他就一呀，一毛五火灯。哎呀，二呀，二龙城响灯。三呢？三阳开泰灯。他就那四啊，四喜关门灯。那五啊，五福临门灯。那六啊，六六合婚灯。那七呀、啊，七方指路灯。那八呀、啊，八仙过海灯。那九啊，九九十成灯。那六十呢？十十如意灯。那梨灯啊，直布灯。那白菜灯啊，大红红。那西瓜灯啊，杨龙灯。那茄子灯啊，紫不灵灯。那黄瓜灯啊，翠红红。那豆角灯啊，汪汪公。那辣椒灯啊，辣红红。我踹你脚啊，王八灯啊。亲家，这哪有五？哎呀。那王八灯，你踹我干啥玩意儿？我跟你说啊，嗯，那叫开山的话，就护子灯。好，那就算开山嘛，护子灯。天上看满天星，地下看一个坑，坑里看它冻成冰。那冰山看呢？长个松。那松山看呢？墨汁鹰。那屋里看呢？点着灯。那灯下看呢？上边金。那墙上看呢？钉着钉。那冰山看呢？大清宫。不好了，西北玄天拐半风。把瓶子地下坑，我化了坑里冰，我倒了冰上松，我飞了冲上星，我灭了屋里灯，我翻了桌上金，我掉了墙上金，我坏了冰上宫。这就叫空瓶冰花三道金，飞灯在桌翻，冰在空花，到最后落一铲空，一铲空。你这一玩意儿，他咋就那就没憋死你？他咋就？哎，天，快走，快，哎呀，哎，亲家，啊，这家还到了，还到大街了。是啊。哎呀，你瞅那在那灯啊，真亮哈，还没点。我瞅去黑的。哎呀，你瞅那烟跟烟柳，有的真旺啊。还没到呢。我瞅离挺远呢。你咋两头堵呢？你咋？你说，哎，哎，亲家，嗯。
到那还得给还点你出啊。废话，不点两出干啥来了？你就带六毛钱，你点完你高啥给钱呢？你咋就那样提那六毛钱干啥呀？他不是我提的六毛钱，你还就带。哎，带我告诉你。你告诉我。那玩意儿呢？那玩意儿，你说这咋又挪字儿来了？你说，完事儿吧？到那你千万别吱声，就听我的，点完咱俩偷摸给他一溜达完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。哎呀，我听懂了，让我听你的是吧？那个走关灯去，走关灯去了。哎，行行，走快快走快走。掏啥玩意儿？你谁是领秧歌的？谁是秧歌头？白先生，我是啊，咋的了？你这帮孩子真没礼貌呢！啥事啊？啥玩意儿？一口一个瞎的，你说谁好奇的？你听我，看瞎好，你们都瞎呗。哎，这眼睛不好，他也嫉妒。听见？嗯，这就是你地方不对了。怎的？你瞎你还怕人说呀？那也不能当瘸子就说短话呀。嗯，哪都有。你是整我这个干嘛来你领秧歌的。咋的？你们这帮小孩都能会小曲小调啥的吧？你还想点两出是咋的？哎，要点的话那得上看台呀。什么台？看台。还有看台呢？那当然了。多高？三尺多高呗。三尺。咋的？不上了。哎，没啥。白先生，站得高望得远，就我这样上天也不白扯吗？白先生啊，还有你亲家呢，省人多挤着啊，对不对？这好，那就听你的，上看台。你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这小伙肥头大耳，真他妈招人稀罕。白爷，你这说什么话？你说咱咋就没有那孩子？你这，青青，嗯嗯，我跟领秧歌定完了，让咱哥俩上看台看去。耶，对咱还挺照顾呢。那可我现在、哎、咱有协会，你怕啥？哎，对对对，两步高。哎，青姐，啊、嗯，上看台当然是好事了，不过就凭我这腿，他是上不去。对，嗯，我领你去研究研究。哎，对，你秧歌的？咋的？这上看台倒是件好事，具体有点困难，咱们得谈谈。说吧。我们俩这不就正事儿？怎么的？初步情况你还不了解吗？啥初步情况啊？上看台有点困难。就我老亲戚、就那造型还没看出来呢。腿脚不大力呢。高人给周一把。千万千万加小心啊。他有一条腿老好秃了扣。没关系。我说来同志们。把白先生二位周上台来。这腿他也不是暖气管能秃噜扣。这是什么话啊？你说你别老搁这。哎呀，我的队伍是挺照顾的。那可慢点。哎呀，慢点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是啊，就给你们添麻烦了，就完这麻烦，这麻烦了。拉倒吧，你这话说的够麻烦的。白先生啊，坐好了吗？还行，挺得劲儿。领秧歌呢？咋的？有点单没？有，拿出来，在这儿了。干啥呀？刚搭头，你这记啥呀？哎，这